你们说啊，这个男人他会有玩够的一天吗？今天呢，亲姐偷偷的告诉你，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偷心的猫，爱玩的男人他是本性啊，尤其是在情场上面，男人这个动物呀，他的本性是对异性的好奇，在啥时候他都停止不了的。其次呢，其实男人这个玩心啊，和岁数大小我觉得吧是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就算你是50多岁的男人，同样也会有不老实的，那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吧。就算你真正老了，身体衰弱了，他也会说，哎呀，想过过嘴瘾啊，说说荤笑话啥的，这就是男人的本性。那么另外就是呢，男人玩呢，它是一种惯性，一旦他有了目标，他那个征服的欲望就会被挑起来，就算他已经有老婆有孩子了，都阻止不了他。所以说，没有玩够的男人，只有玩不动的男人，无论是20岁还是80岁，他那个风流倜傥的心啊，我跟你讲，一直都在。如果男士们你们要想泡妞，那确实没有人能阻止你，但是如果你想马到成功啊，那亲姐今天在这里强烈的建议你入手这一款男士古龙香水皂，它呢是专门为男士定制研发的，像平时啊你工作啊上班呐、旅个游啥的，身上爱出油爱出汗的，体味比较重的，还有爱抽烟的那些爱喝酒的男人们啊，你们赶紧给自己安排上，可以用它呢来洗脸洗头洗澡都没有问题，一皂多用，用完之后啊，它会散发出那种淡淡的体香味，哇，超级好闻，特别上头。你像我这种女人闻得上头，所谓无形之中取胜，我都给您准备好了，赶紧带回去试一试吧。